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平，我是玉佳。今天到了我们礼拜三的时候，我们来转扭蛋喽。好，那今天呢也是一样，日本最新的水豚君，很可爱耶，超可爱的，有一点像那个角落生物。嗯，有一点点。然后这一次呢，这也是棒带出的，然后它是，也是一样，它大个里面它有藏一些小的在里面，像这样。对，好，那。刚刚好，它有四个，所以我们就想说转四次。好，就开始吧。好，要么赏那个小的。白色的，好可爱哦！哎，它哦，它还有附一个绿色的那个。对啊，就可以暂停。分明就是不要让我们转这两个字。对呀、啊，这两只都转不到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而且我发现它里面其实它放进去的时候没有搅一搅。好，那我们就转到这四个，回家开箱给大家看吧。或者怎么那么多一样的？但是我觉得至少两只两只一样的啦，至少不是就是他们会没有同伴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开箱了，好耶！好，我们回到家了，回家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吧。好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可惜，那刚刚好是两个白，两个咖啡，但是这个也是最新的啦。好，欸、好可爱哦、喔。好，接下来是介绍第一只，这一只水豚君。好，那给大家看，它这个地方它只要打开，那它这边是有个壳，但是其实。可以盖起来了，可以很紧密的盖起来，盖在那个桌子上，然后它从中间打开，它的小宝宝就伸出来，不是啊，好，应该是它弟弟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合起来，哎呀，然后大家仔细看这边有没有，它这边是有个平面，它只要把这个放上来，它这边呢，这个弟弟它下面有两个洞。那刚才我才发现说它其实可以靠在这上面，嘿，卡住卡住卡住，喂，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肥嘟嘟的。说实在，我看过真正的水豚君，其实没有那么可爱，还是一样可爱，没有那么光滑，因为他们身上都是毛，对啊，他们身上都是毛啊，有点像，其实看起来那个毛很硬，有点像刺猬。可也是很可爱的，在水族馆。你看，好呆哦，超呆的。当，好，那我们就介绍下一只喽。会会会会会。好，介绍下一只乳白色的水豚君，眼睛也是打开的，跟前一只一样，也是有一个这个。打开，哦，里面的是这个颜色。然后白色的感觉好像跟刚刚那个阿平介绍的那一只，只是差别有颜色上的差别，然后还是一样呆。好，再把他的小孩背在头上，好，其实有点滑，就是感觉因为动到的话，感觉好像还好，哦，卡得很好，好，然后他小孩是眼睛是闭着的。转给大家看，好，啊，小孩掉了，好，其实就是跟刚刚那一只一样，但是就是四团球摆在一起就很可爱，有一种那个团子的感觉，对，
概就是这样，很呆吧。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水豚君啊，超级可爱的，又圆滚滚的，很疗愈哎。对啊，幸好，什么？你的是咖啡色，两只张开眼睛的，那我有一只是白色，一只是眯眯眼的。真的很可爱，我觉得，而且又很环保。哦，对，他们有那个盒子，喜欢，很可爱。好，那如果在台湾出的时候，大家要赶快去转哦。希望台湾赶快出。对，然后不要给我，不要跟我们一样重复了。对，希望你们可以收集到另外两只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不妨在下面帮我们点个赞。如果想持续看，就帮我们按一个订阅。想在第一个时间看到，就帮我们按一个铃铛，就可以在第一个时间看到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